弟弟啊，你大姨又空着手上咱家怎么办呢？带礼物，大姨说带礼物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带的好吃的。哎呀，高兴的。哎呀，先没谢谢大姨，谢谢大姨吧。谢谢大姨。啊，谢谢啊！能把底下这五个字连成一句话，把笛子拿过来给我吗？ 啊，我是金哪个毛？还是急性子。哎呀，我是金毛迪呀！哎，我做西红柿汤，我不会。弟弟，你教教他。 水，再放西红柿，放点紫菜，黑个蛋，放个鸡蛋，出锅了。好好闻啊，猜对了，奖励大榴莲。第三个，弟弟啊，你第一个闻到的是什么？ 啊，柚子呀，第二个闻到的是什么？啊，你爸的脚。第三个闻到的是什么？啊，大苹果啊。对了，奖励大榴莲。又去拿盆去了。咋的了，百万呐？手手坏了。弟弟啊，你儿子的手咋坏了？弟弟啊。啊，绿灰。啊，拿玩具。 啊，打你儿子了，打的呀，是吗，拜拜？哎，真可怜啊！一块抱抱他吧，啊，抱抱你儿子，安慰安慰他。